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小陈的书桌。今年过年，小叔耐不住奶奶的要求，带着我回老家。我们俩都不情愿，硬是拖到了除夕那天才起身离开。因为过年要穿的喜庆些，我身上的 JK 格裙恰好是红色，再加上前段时间喜欢雪景红装，买了一件红棉服，在冬季里特别扎眼。我还戴上了最贵的手表。 不蒸馒头争口气，我想让欺负过我和小叔的人都知道，我过得很好。小叔把我照顾的也很好。从温施回老家也就一个多小时的车程，很快就到。农村房子拆迁，新房子不算小，唯独没有我和小叔的房间。爸妈、奶奶，我笑着打招呼，仿佛毫无芥蒂。他们干巴巴的笑，哟。 是夏夏吧？这上了大学就是不一样了哈。这几年我回来的次数不多，每次都是跟着小叔回来办事，且当天就离开。自从有了小叔撑腰，父母再也不敢放肆打骂我，我也不会跟他们硬刚，口舌之争能忍则忍。因为小叔对亲情有执念，我不想让他为难。母亲在厨房做饭，小叔和父亲、奶奶打牌。 我坐在一旁看着，母亲精心准备年夜饭，怕是又有什么事求小叔帮忙。以前我还在这儿的时候，刷碗做饭都是我的活，做不好还要挨打。瞎了呀！还不快来端菜，就等着吃！母亲的怒吼声响起，我大脑还没接收到信息，身体便控制不住，疼的一下站起来。 此刻我才意识到，就算我穿的、用的比以前好千倍万倍，可有些东西依旧无法改变。我拼命的伪装自己，抹杀原来的痕迹，向父母示威。可心中的恐惧和曾被驯服的奴性从未消散。我隐约看到了放在冰箱上面的擀面杖，恍惚间感到身上疼痛不已。擀面杖已经不是原来的那根。 可身上还是熟悉的疼痛，说不上是哪里疼，就是浑身都疼，腿疼、胳膊疼、后背疼、头疼，好像哪里都打过。可我不愿服输，我不想去。此刻坐也不是，站也不是。母亲声音那么大，其他人都不为所动，显然都默认了是说给我听的。小叔突然把水杯递到我面前，愣着干嘛？ 去给我添杯水，哦、oh,！我顿时松了一口气。母亲迟迟等不到人，自己把菜端上了桌。直到吃饭时，江玉龙才露了面，手里还一直拿着个游戏机。许久未见，看到这个弟弟如今的样子，我震惊不已。圆润的身材，染着小黄毛，哆嗦着腿，手机壳是个骷髅。 江玉龙依旧把一大桶可乐放到自己面前，还瞪了我一眼。我翻了个白眼。现在条件比小时候好太多，一桶可乐不值钱。只是他习惯把所有东西都自己摊着，一丁点也不愿分给我。小叔开口道：“你胃不好，少喝碳酸饮料。”奶奶闻言脸色变了变。我有胃病，跟他脱不了干系。我十二岁那年。 搬来新房子时，房间不够，我只能在奶奶床边打地铺。我不知他是不是故意的，在半夜上厕所时，一脚踩在我身上，我当场吐血。可如若他真不是故意的，脚上怎么可能会使出那么大力气？医生说我落下了胃病，以后不能吃辛辣刺激性食物。吃饱喝足，父亲总算进入正题：老二。 妈这几年身体不太好，看病也不少花钱。小叔捋着手里的牌，点了点头，听医生的，该怎么治就怎么治。当然得治，但这医药费你从来没出过。我家玉龙还在上高中，用钱的地方多，家里也没多少积蓄。小叔合了合手里的牌，扔桌子上。大哥，咱当年可是说好的，新房子和拆迁款都归你。 妈的养老问题也归你，我现在已经每个月打钱，还不够吗？父亲面上有些挂不住。我知道这房子没给你，可是你如今有本事了，也不差这几个钱。怎么不差？夏夏上大学也要花钱，她以后嫁人，我总得给她攒嫁妆。个人有个人的活法，我也没闲钱。父亲看了我一眼，随即又说道：“老二，妈的事不麻烦你。” 我是想着年后你把玉龙带走，让他去大城市里见见世面。你放心，大哥不占你便宜。你把夏夏留下来，也减轻你的负担。我，我自然不乐意，但也不好说什么，怕给小叔惹麻烦。小叔轻轻拍了拍我，大哥，夏夏很懂事，不是负担。玉龙就算了吧，他跟着你就挺有出息。晚上。 我和小叔去了酒店住，那里有提前订好的房间。毕竟家里根本没有我俩的容身之所。小叔看我情绪不高，问：“不高兴？”我点了点头，没说话。放心，有我在，他们不敢再欺负你。他们欺负我没关系，但是不能欺负你。他们怎么骂我，我都可以忍。毕竟我现在过得很好，没必要跟他们吵架。 可我现在的生活都是小叔给的，我不能让那些人欺负他。我和小叔都是在老家不受待见的存在，名副其实的大冤种和小冤种。小叔不受待见是因为他生在了我爸后面，二胎罚了不少钱。我不受待见的原因就朴素了很多，因为我是女孩。小叔，你不能养江玉龙，他自从上了技校就经常打架生事。 以后会给你惹大麻烦，小叔轻笑。放心，我没打算带他走。叔，咱今晚就走吧。我大胆提议。他抬手往我后脑勺啪一下。我就在隔壁，有事别找我，明早再说。洗完澡出来，见手机传来了微信转账，压岁钱六百六十六。我小叔威武，感谢打赏。 小叔很早便离家上学，毕业后也甚少回家。我小时候对他的印象不深。他初中毕业时，奶奶以没钱为由，让他辍学种地。多亏本家一个二老爷，同时也是小叔的老师，他向来喜欢成绩好的学生，不忍看到小叔辍学。二老爷是村里的文化人，有一定话语权，阻止了奶奶的做法。 他为小叔申请了贫困补助，还贴补了自己的工资。小叔不用家里给的钱，便很少回来。上大学之后，更是没有打过一个电话。在家里，奶奶也从未关心过一句，死活不问，仿佛世上没了这个人。我刚上初中时，老家拆迁，分了一套新房子和十万块拆迁款。他在那个时候回来了一趟。 他考上了大学，又开着车回来，很惹眼。我才知道，原来上大学就可以开轿车。奶奶和父亲都以为他是为了新房子和拆迁款而来，谁知小叔只淡淡说了一句：“房子和拆迁款我都不要，但以后你给妈养老。”多年来，奶奶没有关心过小叔一句。如今他有了工作，不想管奶奶也是人之常情。 可这个人只是嘴硬心软，他对我父亲或许没什么感情，但心中始终放心不下奶奶。他离开前送了我一支钢笔，让我好好学习。小叔的出现给了我希望，逃离这里的希望。同年春节，他又回来了一次，给我和江玉龙都带了很多礼物。也就是这个时候，他了解到了我的遭遇，看到我备受冷眼，挨尽毒打。 他带我去了医院，对我身上的伤震惊不已。或许是感到同病相怜，他问夏夏：“你要不要跟我走？”我父母有求于他，想要一笔钱把江玉龙塞进私立初中，于是小叔留下了两万块钱，带走了我这个拖油瓶。从那时起，我便告诉自己，我的亲人只有小叔一个。 第二天一早，我就跟着小叔回了老家。当初我们村统一拆迁，本家同族的亲戚新房离得也不远，大家总要拜年走动一下。小叔和父亲出去拜年，母亲和奶奶在一旁偷偷给弟弟塞红包。我坐在沙发上玩手机，当作没看见。喂，江玉龙横着脸走到我面前。 我抬了抬眼皮，算是给了他一个回应。手机不错，他吊儿郎当的说。我点头，是不错。这是上半年我考上大学时，小叔送我的最新款手机。给我玩，我打游戏。江玉龙丝毫不客气的索要。他跟以前是有些不同了。小时候只会无理取闹，故意哭着喊妈和奶奶撑腰，让他们揍我一顿。而如今。 不给！我想也没想就拒绝。他一脚踢倒了身旁的椅子，指着我的鼻子大喊：“江夏，我看上的东西你敢不给？别逼我揍你！你要揍谁呀、啊？”争执不下时，小叔回来了，制止了这场闹剧。父亲本就有求于他，便主动收拾了江玉龙。中午吃饭时，父亲旧事重提，想让小叔把江玉龙带走。 我讽刺一笑：“爸，小叔好不容易替你们把我养大，如今养完大的再帮你养小的，不带那么欺负人的。”父亲脸色有些难看：“死丫头，养你有什么用？玉龙才是咱家的独苗。”小叔不留情面地怼回去：“大哥，玉龙是你的独苗，跟我可没关系。”父亲被噎得说不出话，奶奶顿时摔了筷子：“你个没良心的！” 玉龙是你亲侄子，跟你大哥还分那么清？小叔顿时沉默了。他应付我爸时游刃有余，但对上自己亲妈，顿时偃旗息鼓。我拨弄着碗里的饺子，讽刺道：“奶奶，你是最没资格说小叔没良心的。他每个月给你打生活费，你屋里那一箱箱的补品都是他买的。”奶奶气得拍桌子：“大人说话！” 这哪有你插嘴的份？真是赔钱货，跟你叔一样没良心，大白眼狼养出个小白眼狼。小叔不常回家，可这个家里也没有他的地方。他嘴上说着不养奶奶，却每个月都给他打钱，这怎么就成白眼狼了？老二，我这些年照顾咱妈，没有一句怨言，以后都交给我也行。只是你也帮帮我的忙。 父亲讨好的语气中带着算计。夏夏已经长大了，以后就留在家里吧。你把玉龙也带出去见见世面，孩子将来有出息你，你也能沾光，不是？奶奶也跟着附和。你说你现在还未成家，这万一娶不上媳妇，还得靠玉龙给你养老呢，这是白送你半个儿子，还不快谢谢你大哥？母亲也是洋洋得意。是啊。 这儿子就是比闺女好，我给夏夏找个婆家嫁,嫁出去，以后你就好好抚养玉龙，玉龙以后不会忘了你的。他们一唱一和，组团扑小叔，原来就是为了把江玉龙强行塞给小叔。我心里有些发慌，生怕小叔心软松口。他当年就是因为心软，才收留了我这个拖油瓶，我勉强算省心的拖油瓶。 江玉龙可是烫手的火炭，万一惹出什么事，还得小叔给他擦屁股。我急忙把筷子一拍：“奶奶，小叔为什么没成家？你难道不清楚？当初是你把他女朋友给搅黄的。”奶奶闻言顿时抓狂：“你说什么呢？我那是为他好。那个姓陆的女人一看就不是什么安分的，浑身上下一股子妖气。够了。” 小叔顿时黑了脸：“妈，你再说陆雪一句。”奶奶顿时噤声。父亲笑嘻嘻打圆场：“老二，别跟妈生气。我现在把玉龙交给你，也算一种补偿。以后他就是你半个儿子。”小叔冷笑：“补偿？当初是你们说不养夏夏，让我来养。如今我把她养得聪明漂亮，大哥大嫂这是反悔了。”父亲摆了摆手。 老二，这不是反悔，只是把玉龙换给你。他可是你亲侄子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也会给夏夏安排个好归宿的。好归宿，意思就是把我嫁出去省事呗。我不要，我闷声表态。然而我的一再反抗，终究是惹急了他们。江夏，你干嘛？翅膀硬了是不是？别以为自己出去几年就长本事了。 再怎么样，我也是你老子！父亲拍着桌子大吼，奶奶在一旁训斥我不懂事。母亲熟练地拿起擀面杖，我看你是好日子过多了，欠收拾。过了年我就把你嫁出去，拿彩礼给玉龙买婚房。看着他手里的擀面杖，我顿时脑袋一懵，小腿止不住的发抖，身体本能的恐惧让我无法动弹。够了！ 小叔伸手夺过我妈手里的擀面杖，重重扔在地上。嫂子这些年还真是一点没变啊，又打又骂，像个……他忍住没把话说的太难听。夏夏是我养大的，就是我的孩子，还轮不到你来打骂。父亲不敢得罪他，急忙陪笑。老二，你嫂子一个女人家，啥也不懂，你别理她。奶奶在一旁念叨。 当初是你非要养的，我们可没逼你。一个丫头片子能有什么出息？小叔点了点头，没再继续吵。好，我们都没出息。夏夏，我们回家。我闻言扶着桌子站了起来，抬起还在发软的腿就要走。眼见目的没达成，奶奶使出了她的终极必杀技，一屁股坐地上，双手拍打膝盖：“哎呦，这日子没法过了。” 我这是养了个什么儿子哟，老头子啊！你看看我过的什么日子，我干脆死了算了。说着，他猛地起身往墙上撞去，毫无疑问的被父亲一把拉住，没死成。小叔见惯不怪，无奈的揉着眉头：“妈，你到底想干嘛？大年初一你就走？好，我也让街坊邻居知道你这个逆子的真面目。” 奶奶一边哭喊，一边跑向门外撒泼。同一层楼的大爷开门大喊：“大过年的，能不能安分点，别吵着我孙子！”由于小叔不常回家，奶奶又一直跟着父亲生活，街坊和亲戚难免怀疑小叔是个不孝顺的儿子。父亲又开始充好人：“老二，怎么说也得一家人和和气气过完年再走，我保证。” 绝不让你嫂子再动手了，行吗？小叔犹豫片刻后，最终还是留了下来。在他心里，这是个合家团圆的日子。不过好在奶奶和母亲都消停了，重新摆起笑脸，不再作妖。我也没多疑，毕竟他们现在靠小叔打钱过日子，不敢闹太离谱。事实上，我想多了，自私的人永远不会感恩。 他们认为这是小叔应该做的，甚至还会想尽一切办法吸他的血。那天晚上，小叔多喝了几杯，走不动路，父亲让他睡在家里。小叔知道我不想待在这儿，便让我回了酒店。第二日，我早早就从酒店回来，打算吃了早饭就和小叔离开。还没进门，我便听到了阵阵哭闹声、争吵声。 小叔面色铁青的坐在沙发上，他一向脾气好，很少有那么生气的时候。客厅一片狼藉，杯子、碗筷碎了一地，桌子都翻了。父亲和奶奶才不舍得砸自己家东西，八成是小叔气急之下摔的。更重要的是，地上坐着一个哭凄凄的女人，我妈温声细语的在一旁哄着她。小叔怎么了？小叔见到我回来。 压下怒火，低声道：“不用管，我们回去。”闻言，地上的女人哭得更大声了。我妈在一旁帮腔：“老二，我表妹清白被毁了，你说走就走啊？”奶奶劝解道：“老二，这也不算坏事。眼下媳妇也有了，你工作忙，把玉龙接过去也没时间照顾，刚好能让玉莲看孩子嘛。”一听表妹。 我仔细看了看那个女人，才发觉她有些眼熟。我冷笑：“这不表姨吗？那么久不见，你瘦了，瘦的我都没认出来。”她虽然是我妈的表妹，但表的有点远，所以我也才见过两面。当初奶奶就是带着这个女人，把小叔的女朋友搅和没了。那时的表姨刚刚守寡，体态丰拥，远没有现在这般瘦弱。 小叔前女友叫陆雪，交往多年，已经谈婚论嫁了。陆阿姨是学医的，是本地人，父母都是大学教授，典型的书香门第。说句不好听的，倒是我小叔高攀了。陆阿姨漂亮又温柔，小叔刚把我接过去时，总有很多不方便，因此他也没少照顾我。可奶奶不满意这门婚事，她觉得这个儿媳妇从独立。 不好拿捏，把人给气出国了。他还不罢休，硬把表姨塞给小叔。表姨的丈夫死前留下了一笔意外保险金，奶奶看上了这笔钱。更重要的是，奶奶能拿捏这个儿媳妇，继续吸小叔的血，补贴我爸。但结局并没如她所愿，小叔宁愿一直单着，也不愿意娶这个表姨。他警告奶奶。 如果再插手他的婚事，他不介意断绝母子关系。如今他们故伎重施，昨晚小叔本是和我爸一起睡的，谁知醒来后身边换了人。小叔满脸懊恼，他怕是这辈子都不敢跟我爸喝酒了。奶奶和我妈还在一旁指责，他们想把屎盆子扣小叔头上，洗也洗不清。呵，不可能！行了，表姨，都是当妈的人了。 别演的跟黄花大闺女似的。没错，她还有个女儿。奶奶，你那么大年纪了，还往自己儿子床上塞人，这事传出去，你也不怕被唾沫星子淹死？还有你妈，昨天我爸也在那屋睡，他可能只是起得早。要不你大度点，给表姨让个位。他们没想到，一向老实、任他们拿捏的我，如今那么大胆。死丫头！ 你在给我胡说八道！我妈最先反应过来，恼羞成怒地朝我冲来。只是眼下没有擀面杖，只能扬起手打我。她狰狞的面孔依旧让我心底发颤，可我硬是没有后退，一把伸手抓住她的手腕。我的声音有些发抖：“有本事你今天就打死我！他们想赖上小叔，吸他的血，我偏不让他们如愿。” 小叔见状，急忙推开我妈，将我拉到身后。妈，当初你带着这个女人把陆雪赶出国，现在又想把她塞给我，那么拙劣的手法，真当我好骗？我没干过的事，我不会认。大不了报警。地上的女人停止了哭泣。你不认没关系，我也不让你负责。算我倒霉。大不了我把这事说出去，让别人评评理。 他这是打算造谣生事，用名声威胁小叔。小叔没他们那么多花花肠子，根本应付不来。但是我可以，我拿出手机，不用别人评理，我已经报警了。一会儿先让警察带表姨去医院，有些事发没发生，医生一查就知道。我蹲到他面前，轻轻一笑：“表姨，如果这事是你们故意陷害小叔，可是要坐牢的哦。” 他早已没了先前的理直气壮，语气慌乱。我不去医院，我为什么要去？我不检查，警察已经快到了，去不去医院由不得你。他整个人险些瘫在地上。我不能坐牢，我还有我女儿要养。我错了，是我骗你的，是表姐说嫁给他就有好日子过。夏夏，你给警察说你搞错了好不好？我再也不敢了。我冷哼一声。 我没报警，随即我播放了手机里的录音，我把刚刚那段对话全录了下来。但是我有了证据，现在报警也不迟。奶奶也有些慌乱，行了，这不是什么也没发生吗？报什么警？丢不丢人？父亲也跟着附和，就是，都是亲戚，不至于闹到警察那里。我把手机递给小叔，叔，报不报警？ 小叔叹了口气：“大过年的，算了吧。”我有些无奈。小叔并不是放过表姨，只是他心里清楚，奶奶是这件事的主谋，他完全是为了奶奶。有些人会把生命中的豁口平整的切掉，还有些人会把缺憾当成一辈子的执念。我是前者，而小叔属于后者。我无法强迫他改变，我只能盼望奶奶早些入土。 别再拖累小叔。小叔看着团结一致却把他排除在外的一家人，失望道：“以后过年你们一家人过吧，我不会再回来了。”回去的路上，他始终沉着脸没说话。每次回去，奶奶都想招法要钱，从不问他在外面过得怎么样，累不累，甚至都不知道他到底干什么工作。小叔又有什么错呢？ 他只是想得到自己母亲的一句关心罢了。在新年开车赶回家，终究还是我和小叔相依为命。冰箱里还有些食材，我想我在原来那个家里唯一的收获，便是练就了一手好厨艺。小叔刚把我带回来的时候，根本不会养孩子，更不会做饭。他一个人生活时，天天吃外卖，又碍于我胃不好，吃那些东西不卫生。 于是每天他点外卖吃黄焖鸡、酸辣粉、麻辣烫，却精心为我做白粥、水煮面。我倒也不是挑食的人，只是他每天和我一个桌子上吃饭，这是不是过分了点？后来成功找到菜市场后，我带着小叔摆脱了外卖生活，成功把他的嘴养刁了。纵然我上了大学住宿舍，他也时不时支使我回家做饭。 叔，我爸妈要真把我嫁出去怎么办？网上不是有很多卖女儿换二十万彩礼这种案例吗？小叔眼皮都没抬，扒拉两口饭，那就多要点，要五十万他们就给不起了。他又说：“你不用管他们怎么说，你成年了，想谈恋爱也可以，但是别乱搞。”哦，其实比起我自己，我更担心他。小叔笨三的人。 平时注意锻炼，倒也不显老。他虽然不是那种又酷又帅的类型，但面容清秀、干净清爽，条件也不错。这几年他始终单身，只有两种解释：要么是看破红尘，要么是旧情难忘。我虽然心疼小叔，但这事也怪不了陆阿姨。毕竟任谁摊上这一大家子奇葩，都得躲得远远的。我再次祈祷。 奶奶早日入土，别再祸害小叔了。年后开学，小叔也去上班了。本以为老家的事暂时消停了，可他们就是阴魂不散。那天小叔正收拾东西去上海出差，我在客厅看电视，他手机落在客厅，突然响了起来。我瞟了一眼，是我爸打的，我偷偷接了。喂，老二，咱妈住院了，你快回来。 我挂了电话，回了条消息，以小叔的口吻回了消息。奶奶装病瞎喊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，就过年回家见她那个状态，她起码再多活十年都不成问题。他们之前想把江玉龙塞过来，没成功。我估计这次要么是塞人，要么是要钱。之前奶奶也喊着生病，小叔心软，丢下工作回去，错失了一次升职的机会。 结果那老太太不过是受凉拉肚子，纯粹是为了从小叔手里抠钱。小叔为了谈这个合作忙活好久了，总不能让我爸他们给毁了。我用小叔的手机把我爸妈的联系方式全拉黑了。第二天看着他出门去机场，我跟学校请了三天假，自己一个人坐车回了老家。到家的时候，他们怎么也没想到来的人是我。 我也没想到家里汇聚着那么多人，三叔、四嫂、街坊邻居都跟着看热闹，活脱脱一副逼宫的样子。小叔在老家名声并不算好，大家都以为这些年一直是我父亲在照顾奶奶。你叔呢？父亲皱着眉头问我，没回答，径直往里屋走去。我叔没时间，我来看看奶奶。那老太婆躺在床上。 头上敷着毛巾，你来干什么？我儿子呢？他老娘要死了，他管不管？说着，他还中气十足地咳嗽了两声。奶奶，你儿子不是在这儿吗？我指了指门口站着的人。我是问我小儿子呢。哦，原来您还知道自己还有个儿子啊！奶奶不依不饶，非要我小叔回来。爸爸不停地打电话，就是打不通。 我忍不住提醒爸：“小叔在飞机上听不到电话。”父亲怒目而视：“你个贱丫头，是不是你搞的鬼？”外人纷纷议论，说小叔不孝顺，亲妈生病也不来看一眼。奶奶，你上次装病闹腾，小叔回来搞砸了他的工作不说，结果医生说你只是吃坏肚子。小叔这次真的有重要的事，没空陪你闹。 我的声音不大，却足以让屋内的所有人听清。至于外面看热闹的人听不见也没关系，很快便会传开的。奶奶还在装病，一直捂着头疼，只好由父亲出面教训我。江夏，你到底来这儿添什么乱？你小叔把你教成什么样子了？其实他们怎么说我都无所谓，但我不能给小叔丢人，爸。 如果你们这次再把小叔的工作搞砸，他可就赚不到钱了，每个月也没法给奶奶打钱。到时候你们的生活水平下降，就连玉龙的学费可都没着落了。更何况他现在还替你养着我，我说的情真意切。奶奶，我知道你嫌小叔不常陪在你身边，可房子和钱都被你给我爸了，他回来也没地方住。小叔在外工作。 吃不好睡不好，还不是为了养活咱们这一大家子吗？小叔每个月都会给奶奶打五千块钱，但这笔钱到了谁手里，我们都心知肚明。可也没办法，他终究做不到真的不管奶奶的事。父亲被我一番肺腑之言吓唬得一愣一愣的，他自然说不过我，从来都只会打我。他不像母亲喜欢用擀面杖，直接伸手扇了我一巴掌。 我怎么有你这么个女儿？不知孝顺，还帮着外人一起说瞎话。他这一巴掌，我挨了。我克制住本能的恐惧，稳住心神。无论今天他怎么打我，我都必须受着。我要让所有人知道，小叔没有教坏我。眼角流出两滴泪，不是我装的，是真的疼。爸，小叔虽然抽不开身。 但他很担心奶奶，让我拿钱来给奶奶看病。听到钱，父亲顿时眼睛一亮，也不生气了，还算你们有良心。他给你多少钱？先给我，我送你奶奶去医院。不用了吧，奶奶现在也下不来床，我已经叫救护车了。小叔说要给奶奶做全身体检，看看还有什么病，争取治好她。父亲的表情变化精彩。 他忍无可忍，却忍了又忍。众人也没发现不对劲，只感叹我们一家人母慈子孝，孙女还懂事。我还不忘添一把火：“爸，你放心，小叔说了，他熬夜加班，就是为了让你们过好日子。无论奶奶的病花多少钱，他就算去卖血也把钱凑够。”上大学后，小叔给了我一张卡，每月有一万额度，随用随取。 这些钱给奶奶做个体检足够了。其实我用不了那么多钱，我从小抠门惯了，恨不得一块钱掰成两半花。高中的时候，我生活费用完也不好意思跟小叔要，总觉得是自己花太多。而他年龄也不大，没养过孩子，根本照顾不到那么细致。他意识到这个问题后，每次给我钱都会多给。医生不愧是专业的。 奶奶身体硬朗得很，就是年纪大了，要忌荤腥。父亲和奶奶不顾医院门口来往的人群，对我破口大骂，仿佛我是不愿给他看病的不孝女。他们骂我没关系，可做体检花了那么多钱，可不能白白打了水漂。小叔就是心软，还没长嘴，所以才付出那么多都没落到好。我对父母确实有一股本能的恐惧。 但我不是什么都不懂的傻女儿，我从小就学着察言观色，尽可能让自己少挨揍。刚到小叔家里时，我知道自己是寄人篱下，总会尽力讨好他。小叔真的把我当亲女儿养，所以后来我在学校小心翼翼，从不惹事，不给小叔添麻烦。我到老家附近的超市买了一挂两万响的鞭炮，这个时间刚刚好。 家家户户都吃完晚饭，在街上唠嗑。我贴心的让家长捂好孩子的耳朵。随后一阵鞭炮声响彻整个小区，路边的人都惊了。年都过完了，谁还搁这儿放鞭炮？有幸去我家看戏的人认出我，这是将才他闺女夏夏吧？有啥喜事啊？我轻笑：“陈姨，当然是大喜事。本以为奶奶得了重病。” 结果医生说他很健康，长命百岁不是问题，自然得庆祝。路边的人都附和说身体没事就好。我一一道谢，并说道：“我得把这个消息告诉我小叔，他熬夜加班凑的好几万块钱，眼下奶奶没事，我得告诉他，让他安心。”哎呦，真是好孩子！要是你玉龙也能像你那么乖就好了。我微微一愣。 陈怡，玉龙干什么事了？他神秘兮兮的凑过来，你不知道呀？果然，最完善的情报网都是由路边的代乙组成的。江玉龙在学校早恋，那个女孩怀孕了，家里人来要说法，让赔三万块钱。拿不到钱，他们就要把江玉龙告上法庭。毕竟人家姑娘还未成年。呵。 他们这是想坑小叔的钱，给江玉龙擦屁股。我今天回来，光顾着处理奶奶的事，都没注意母亲一直没露面。想来应该也是处理这件事去了。眼下女生家里逼得紧，奶奶不得已装病要钱。小叔可能会不管江玉龙和我爸的死活，但绝不会对奶奶的事无动于衷。街坊邻居看完热闹，便回家了。 我啥也没想，撒腿就跑，冲到路边就打车去车站，连夜回了市。我倒不是怕挨打，就怕他们把我扣下卖了。第二天，小叔便给我打了电话，这件事自然瞒不住他。他出差回来那天，直接来了我学校。我猜到他会生气，所以我打算夹着尾巴做人。小叔性子温和，而我也自认还算让他省心。 印象中，他就对我发过一次火。我刚上高中时，他的工作出了问题，没了收入。我开始学着赚钱，帮同学写作业，去食堂兼职，甚至捡废瓶子。我知道自己帮不上他，只是想尽可能少拖累他。他不解又愤怒地训斥我：“为什么要这么做？”他自然不理解，因为就算缺钱，他也从未亏待过我。 我对着他哭了好久，说：“叔叔，你能不能不要把我送回去？我可以不上学，可以少吃饭，多赚钱，但我不想回去。我害怕他把我送回老家，我不想再过那种天天挨打的日子。”后来，小叔卖掉了车，度过了难关，工作也迎来了新的机遇。接到小叔电话时，我正和室友在外面吃麻辣烫，还是麻辣味。 我吓得赶紧买瓶水清口，还和室友换了外套，确保身上没有味道，才敢露面。见我从校外回来，他一脸疑问：“干嘛去了？”学生会有活动，我睁着眼编瞎话：“你二老爷给我打电话说，你给我扬名了，我卖血赚钱养活一大家子。老家二老爷是小叔的恩师，他们这些年一直有联系。” 我大气不敢喘，夸夸张了一点。我花了好几万给你奶奶看病，不到两千。这次体检确实没有花那么多钱，可连续七年，他每个月都给奶奶转五千块，还不算奶奶平时所要的杂七杂八的东西。他深吸一口气，挨揍了没？我摇了摇头，没。我跑得快，行，长本事了，连我都敢瞒着。 还知道用我的手机拉黑，我这不是不想让你耽搁正事吗？医生检查完了，他身体好得很，你放心。经过这件事后，他再也不敢装病威胁你了。我还得谢谢你啊！他依旧语气不善。叔，他们就是想让你掏钱，你不能回回当冤大头吧？苦都让你受了，福气都让我爸享了，凭什么呀？我愤愤不平道。 小叔顿时沉默了，眸光有些暗淡。我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，让他难受了。凭什么呀？凭什么父亲吃白米饭，小叔却只能啃干馍？凭什么小叔考上大学，却只能自己赚学费？父亲没出息，奶奶却把钱都留给他？凭什么小叔漂泊在外，奶奶和父亲还要拼命吸他的血？对不起。 我以后不会擅自做主了，我闷闷说道。小叔叹了口气：“好好上学，其他的用不着你操心。”我点了点头，把江玉龙惹出的事告诉了他。他神色淡然：“这事我知道，你知道？嗯，他们想着法子找我要钱，你真当我傻呀？”他一脸不服气。他当然不傻，但是他心软。我轻轻皱了皱眉：“叔。” 你可别想不开，又去帮他们擦屁股啊！我好不容易才断绝了奶奶坑你钱的路子，你别再管那些破事。知道了。他虽然答应，但语气多少有些敷衍。我不放心的说：“你要是管江玉龙的事，我立马回老家，吊死在奶奶房门口都别想好过。”他一巴掌拍向我后脑勺：“说什么话呢？别老把死挂嘴边上。” 我挥开他的手，强调道：“我认真的，这不是三万块钱的事。但凡你这次降低了底线帮他们，他们更得死死缠住你。以后江玉龙杀人放火也得你给擦屁股。”他郑重点了点头，随即发动汽车，说：“知道了，我也认真的。”听到他答应，我才放下心来。去哪儿？回家给我做饭。晚上，我还是遭报应了。 我胃疼的死去活来的，美味的麻辣烫在胃里翻滚。小叔黑着脸给我喂药，忍不住训斥：“让你嘴馋，活该！”我有气无力的摆了摆手：“不吃了，再也不吃了。”行了，休息会儿吧。如果还疼，就带你去医院。管住嘴，看似简单的一件事，坚持一辈子也是很难的。 就像那些伤痛，可能一辈子都无法治愈。父亲终究还是找来了，他倒是聪明，知道带着奶奶一起。小叔做销售的，每谈成一笔合作都有不少提成，这些年赚了不少钱。所以那两人来到设施发达的小区，看到小叔宽敞的房子后，眼里都冒起了金光。 奶奶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控诉小叔：“我还成天担心你在外面过得不好，怕你吃苦，搞了半天你在这儿享福来了。你住大房子，开豪车，却眼睁睁看着你大哥一家挤在小房子里，你还有没有良心啊？每个月寄回来那么点钱打发我们，却给这个贱丫头吃好的用好的。”对于奶奶的控诉，小叔习惯保持沉默。 因为他解释、反驳都没用，他们一个唱红脸，一个唱白脸。父亲的态度满是讨好。老二夏夏和玉龙都是一样的，你可不能偏心啊，也要多照顾一下玉龙。小叔嗤笑道：“玉龙有你们偏心，哪用得着我？”奶奶伸手指着他：“你怎么那么自私啊？自己日子过好了，不知道帮衬兄弟一把？这样吧。” 我也不怪你了，眼下还有个弥补的机会，只要你把这事解决了，咱们还是和和气气一家人。奶奶将玉龙的事说了出来，那个怀孕的小姑娘已经把孩子打了，但如果拿不到赔偿，依旧会闹上法庭。我默默呆着没说话，等着看小叔的态度。小叔轻轻问：“妈，你想让我怎么处理？”当然是赔钱了事，难不成真要打官司？ 咱们家的脸可都丢尽了呀！小叔还算清醒，丢脸的是你孙子，不是我。玉龙是大哥的儿子，这事我管不着，你找他管。我急忙跟着附和：“是啊，奶奶。况且玉龙小小年纪不学好，进局子让人管教一下也好。”你个死丫头，那可是你亲弟弟，你怎么那么没良心？他知道这事还得找小叔。 便不再把精力放心我身上。老二，你花那么多钱养这死丫头，总不能不管玉龙。一样的侄子侄女，你可不能偏心啊！小叔轻笑，对亲儿子都能偏心，对侄子怎么就不能偏心了？奶奶顿时捂着脸哭了起来。我知道你是在怨我，怪我当初把房子给了你大哥，可他有老婆孩子，我总不能让他们睡大街吧。 我翻了个白眼，奶奶，这不是房子的问题。这些年你拿着小叔的钱去贴补我爸也就算了，如今江玉龙捅了娄子，也让小叔擦屁股，不带那么欺负人的。老二一直不成家，说不定以后还要靠玉龙养老呢。我这也都是为了他好。奶奶满脸都是良苦用心，我吐了。奶奶，别忘了小叔的女朋友是被你搅和没的。 就算他以后真不结婚，也有我给他养老，不需要你费心。你个赔钱货能有什么出息？这个家还不是要靠玉龙传宗接代？小叔给他吵得头疼，想叫辆车送他们回去。奶奶直接在客厅撒起泼来，死活赖着不走，无奈在这里住下。奶奶和父亲想跟我们耗下去，我任由他们住着，把他们当空气人。 我让小叔假装出差，在外面住几天，不许接他们电话。我更是回了宿舍住。又过了三天，我回去了一趟，家里被弄得很乱，可我并不生气。我更想知道，在人生地不熟的环境，他们能待多久？见我回来，奶奶急忙追问小叔的去向。小叔出差了，他要赚钱养活那么多人，哪有时间享福？ 我看到冰箱都空了，就连家里的零食都被吃干净了。我买了少量的食材，把饭做好后，懂事的叫他们吃饭。他们应该也是很久没正儿八经吃一顿热乎饭了，狼吞虎咽的往嘴里送。给他们送了一顿饱饭，我当晚就回了学校，长达一个星期都没有回家。父亲不停的打电话，我直接把人拉黑。 反正他们也不知道我学校在哪儿，直到物业通知，人已经离开了。他们来这一趟，身上的钱不多，自然撑不了多久。江玉龙的事还是私了了，看来我爸他们还是出得起赔偿款的，只不过不愿意拿钱而已。小叔听闻事情解决，还是替他们松了口气。我无奈，叔，你就别替他们操心了。 当初他们可是拿了十万拆迁款，这是在你面前瞎哭穷呢。小叔前女友陆雪回国了，他可能不知道，但是我知道，我是在周年校庆上见到他的。他比小叔小三岁，还是我的学姐。他这次是回学校看望导师。我没想到他还记得我，主动找我说话。看到他的那一刻，我是很惊喜的。我也没多废话。 直接问他是不是单身，得到肯定的回答后，我也毫不含糊的说：“我叔也是光棍。”他没料到我会那么直接。夏夏，我这次回国待不了多久，我还是不想放弃。阿姨，我小叔一直没再交女朋友。如果你担心我们家事多，我可以理解。你放心，以后我奶奶她活不了多久，以后她再来闹，我去处理。 不会让他打扰到你们的。至于我，我现在已经成年，也在学着接单赚钱，不会拖累你们的。我学的是设计，虽然目前还不是很专业，但跟着学长学姐接一下私活还是可以的。他皱了皱眉头：“夏夏，你可能不太清楚，当初是他要跟我分手的。我本以为陆阿姨是顾忌我们家的破事，才跟小叔分手。” 如今看来是我错了。小叔虽说是不情愿的，可也是名副其实的福哥魔。他不愿意把女友拉入魔窟，倒也正常。其实更重要的原因是小叔自卑。我很幸运，在不受父母待见的时候，有他把我带回家。可他不一样，他从小在奶奶和父亲的铺下长大，所谓的家人都不是真心待他好的。 而陆阿姨长得漂亮，温柔有独立，家世好，小叔难免会自惭形秽。暑假的时候，我跟着一个学姐兼职，下班回来见到家门口来了人，我本以为是我那个便宜爹又来要钱了，却发现是两个生面孔，一位老妇人和一名男子。哎呦，这是夏夏吧？比照片上还俊呢！老妇人一把抓住我的手。 笑得一脸热情，我轻轻抽回了手，礼貌询问：“请问你是？我是你未来婆婆。”“什么？”她笑嘻嘻的介绍着身边的男人：“这是你男人王鑫，你爸妈真没说错，大城市的姑娘就是水灵，听说还是大学生。”那个叫王鑫的男人笑出一口黄牙，面上还有些羞涩，看起来年纪没比我爸小多少。 真是活久见！我就这样毫不知情的被定亲了。我不认识你们，请你们离开。小叔很快就要下班了，我不想再给他惹糟心事，只想赶紧把人打发了。怎么不认识？我们在微信上聊了好久了，也是你给我地址让我来找你的。王鑫上来就要抓我的手，我警惕的躲开。你干嘛？我说了不认识你，再不走我就报警了。 在微信上聊天，怎么可能？老妇人有些恼怒：“你这姑娘怎么能不认账呢？你家里把彩礼都收了一半了，八万块钱呢，可别不认账啊！谁收的钱你去找谁，我不知道。我或许猜出到底是谁搞的鬼了。”谁知王鑫却说：“我把钱转给你了呀，我这还有聊天记录和汇款记录的，我看到他手机上的微信。” 和互相调情的对话，只感觉心中一阵恶寒。“亲爱的宝贝，等等，这些词完全是我说不出口的。”老妇人忽然问道：“你爸是不是叫江才？你奶奶是刘彩凤？”我怒火中烧：“他们给小叔塞个女人还不够，这是又给我塞了个男人！不是，你们被骗了，现在报警还来得及。这个爹不认也罢，怎么可能？” 你是不是又嫌弃我不能生育？你之前说了不介意的。王鑫不依不饶，不能生育，呵，怪不得彩礼拿得那么大方。我把自己的微信摆出来，证明自己没有和他加过好友，可他们还是不信，声称看过我的照片，不会记错。闹了许久，我只能请物业保安赶人。这个时候，小叔恰好回来了。 事情还是闹到了警局，小叔打电话联系了我爸，得知我确实是被卖了。王鑫家离我们老家不远，是奶奶找人介绍的。那对母子不仅没有被骗的恼怒，还高兴地说自己没有认错人。既然那是你娘家人，那我们就没认错。他们都同意这门婚事了。可跟他聊天的人不是我，收钱的也不是我。 警察尽力调解，劝说那对母子回老家报案，以诈骗为名起诉。而我确实无辜，无需负责。区区十六万，我就被卖了，我自己还不知道。其实我更好奇，到底是谁在跟王鑫聊天，言语还这般暧昧，俨然是一对热恋的小情侣。小叔还是带我回了老家，想彻底解决此事。 以免那对母子再纠缠，奶奶、父母还有那对母子全都在。向来不待见我的人，如今对我满是笑意和讨好。夏夏，是我忘了跟你说了，你年纪也不小了，奶奶也是好心帮你说门亲事。那老太婆仍是一脸为你好的样子，说亲事还是好心，我难以置信，她竟能把这事说得如此冠冕堂皇。 你卖我的时候，我不知情；你收钱的时候，我也不知道；甚至我都不知道到底是谁在跟那个男人聊天。你要不要脸啊？往日我就算再不喜欢他们，基本也会老实不出声，很少会破口大骂。母亲一向泼辣，立刻指着我的鼻子吼道：“你嚷什么嚷？我是你老娘，给你说亲怎么了？我劝你老老实实嫁过去。” 还算有点用处。王鑫他娘出声打圆场：“哎呀，不要吵！虽说这件事有点误会，但你们收了钱，婚事还是要作数的。”一直沉默的小叔突然轻笑一声：“王鑫是吧？难道你不想知道自己这些日子到底在和谁谈情说爱吗？”此话一出，所有人都沉默了。有人是因为好奇，有人是因为心虚。 万般寂静，许久都没人出声。小叔再次开口，打破了沉默：“打个电话不就知道了？没有号码，那就打微信视频。”只见我妈面露心虚，动作鬼祟。王鑫还是打了电话，一阵铃声从我妈的口袋中响起。此刻，我突然不气了。若不是场合不对，我真想捧腹大笑。也好，你们年龄倒也相仿。 不过我还真是佩服大哥，心胸宽阔。小叔一针见血，戳人心窝子。我妈顿时恼羞成怒：“你个死丫头，我做这一切还不是为了你？要不是你不争气，我用得着替你去跟他聊。”王鑫和他母亲也是面如土色。虽说聊天的人不对，但不妨碍他们执着于这桩婚事。这都是误会。夏夏这孩子，我也喜欢。 只要她如约嫁过来，这些事我们可以不计较。我冷声道：“你不计较，我还计较呢。我可没到法定婚龄，更没答应过你们什么。行了，都别吵了。”小叔拍了拍王鑫的肩膀：“这事好办，你是跟你女朋友谈情说爱，给你未来的媳妇汇了彩礼钱，所以该去找谁你自己清楚。两边的人都不同意，还在逼我结婚。” 吵得我头疼！砰！小叔拿起手边的杯子摔在地上。妈，以后我每个月只给你打一千块钱，足够你自己生活。你非要贴补大哥，我也管不了。如果你再敢插手夏夏的婚事，这点钱也没了。他转头又对王家母子说：“我知道这件事，你们被骗了，所以我不追究。至于彩礼钱，你们该讨债就讨债。” 该报案就报案，如果再来是闹，我也会报警。故意骚扰也是犯法的。回去的路上，小叔依旧阴沉着脸。应该说，每次从老家离开，他都没什么好脸色。这个家不吉利，还是要少来。小叔果然言出必行，月初只给奶奶赚了一千块钱。父亲工资不高，给一家厂子看大门，一个月一千五百。 平时家里的开销几乎都是靠小叔寄的钱，如今他这点工资恐怕还不够江玉龙一个人挥霍的。小叔这次发了狠，他们也明确认识到自己的地位，不敢再惹事，生怕这一千块钱也没了。我跟小叔说了陆阿姨回国的事，他面色平静，丝毫不惊讶，看来是已经知道了。 我知道他其实是很渴望能有一个家的，我比任何人都希望他能过得好。又是一年春节，小叔在纠结还要不要回家过年。其实我是想劝他别回去的，去了也要生闷气。然而腊月二十八那天，父亲打来了电话，这次是不得不回了。奶奶死了，他身体很健康，不会生什么严重的病，是死于意外。 他为了省钱，常去别人园子里偷菜。在一次翻围栏的时候，失足摔了下去，脑袋撞到了石头。恰逢新年初五之前不能发丧，我就说他们不吉利吧。小叔终究还是心软，主动出钱办了葬礼。葬礼上，父亲哭得情真意切，悲伤不已。他当然该哭，奶奶没了，他最大的依靠也没了。 他找小叔要钱的理由也没了，小叔始终沉默，一言不发。我对这老太婆没感情，但看到小叔情绪不对，我心中也担心。父亲在葬礼上指着小叔大骂：“你个不孝子！妈在的时候你不关心她，现在倒会来假惺惺。”小叔没反驳，但我忍不了。爸，小叔每个月都给奶奶打钱，足够他生活。 他干嘛还要去偷菜？是为了谁？他一脸心虚，依旧梗着脖子硬撑。他给钱有什么用？还不是我一直在照顾你奶奶。之前小叔出钱让我给奶奶做过体检，检查报告我还有呢。奶奶身体康健，你自己照顾不好人，别乱泼脏水。这些年你们的生活费、江玉龙的学费，就连这次葬礼，全都是小叔出钱。 如果不是你拿了小叔打给奶奶的钱，他用得着去偷菜？由于我上次放鞭炮一事，左邻右舍都清楚了小叔的孝顺和艰辛，此刻纷纷指责起了父亲。结果他依旧死鸭子嘴硬。你别胡说八道！这些年你和你叔回过几次家？真是白眼狼！我毫不退让，死死瞪着他。那你发誓啊！你跪在奶奶灵前发誓！ 你没动过那笔钱，你敢发誓吗？我和他争执不休，还是小叔出声劝阻。别说了，夏夏，给你奶奶磕个头。我不磕，听话，磕完头我们就回去。我不想让小叔为难，走过去跪下，低下头的时候，轻轻呸了声。父亲还在一旁大骂：“妈的葬礼还没完，你这就走了，不怕妈晚上过去找你吗？” 我跟小叔回了家，这次或许真的永远不会再回来了。回去后，我做了饭送到小叔卧室，可他一口吃不下。夏夏，你说你奶奶会不会怪我？我没出声，因为答案一定是肯定的。小叔低着头，声音哽咽：“如果不是我缩减了他的生活费，他就不会去偷菜。”我无奈叹气：“叔，这事不怪你。” 就算你给的钱再多，他也随时都会为那对父子豁出命的。我现在都不想叫那个人罢了。我知道这话对小叔来说很扎心，但我必须说，小叔这些年一直给奶奶打钱，真的关心他是一方面，另一个原因是他始终在和江才争一口气。他想证明自己比大哥更优秀、更孝顺，他想让自己的母亲看到自己。 江才在闹脾气、不想上学的时候，他想学习，却被告知家里没钱。江才拿着父母积蓄娶妻生子时，他在外险些饿死，都无人关心。江才住上新房子时，他面临事业危机，还要养我这个拖油瓶。小叔等了那么多年，直到奶奶死，他都没等来一句关怀。叔，你没必要为此难过。如果我妈死了， 我绝不会哭，我不止不哭，还可能会放挂鞭炮庆祝。我年年给他烧根擀面杖下去，让他看得到我，打不着我。第二天，小叔很早就出去了，一整天没回来。我打了电话，发现他没带手机。我去他公司也没找到人。他心情不好，我真的担心他出事。他的朋友我认识几个。 我用他的手机挨个打电话询问，没人知道他在哪儿。我在联系人中看到“陆雪”两个字，犹豫了下，还是拨通了电话。陆阿姨显然还是了解他的，很快便找到了人。小叔当晚没回来，但有陆阿姨照顾他，我也安心。奶奶不在了，小叔彻底和老家断了联系。他对江才没什么感情可言，对于我这个便宜爹。 他也问过我的意思，我急忙摇头挥手，坚决不要扯上一丝关系。小叔愿意当大院种，我可不愿意。陆阿姨联系过我，说她要走了，继续出国交流学习。我知道她是在暗示我，所以我把这事告诉了小叔。我小叔洁身自好，长得不错，还能赚钱，唯一的不足，那几个吸血虫也没了。小叔。 陆阿姨要走了，祝她一路顺风。陆阿姨离开那天，我拉着小叔去了机场，找到了偷偷等着的人。我把小叔丢在那儿，自己一个人去外面等着。当看到他一个人出来的时候，我一口老血卡在心口，想吐却吐不出来。陆阿姨走了，走了。他语气平静：“啊，你真没用。”我跺着脚原地发疯。 引得周围人频频侧目。他冲我脑袋一砸：“丢不丢人？赶紧回家！”我气喘吁吁：“我跟你说，你现在已经是老男人了，不值钱了。眼下再不抓紧，等着打一辈子光棍。以后我嫁了人，你一个人面对黑漆漆的房子，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。”小叔皱着眉头：“陆雪出国交流学习，你那么激动干嘛？他都走了。” 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呢，两个月，啊！我一时没反应过来。行了，回家，别搁这儿丢人。大四那年，我顺利保研，还和一个学姐开了个工作室。小叔结婚，有了个儿子。陆阿姨医院工作忙，所以大多都是她看孩子。我执意要求搬去了楼下住，她不让我搬太远，因为家里没人做饭。 二老爷告诉我，江玉龙跟着一个混混大哥闹事，打死了一个人。江才卖了房子，赔了六十万，欠了不少债，可依旧没能免了儿子的牢狱之灾。后来，二老爷搬去了儿子家，我再也没打听过那家人的消息。我结婚了，新郎是追过我的一个同校男生。婚礼那天，是由小叔带我入场。别人询问我父亲时， 我也只说了小叔的名字。我的父亲叫江旭，他将我带回家，抚养我长大，保护我不受欺负。